不要随意出城，小青，你别怕，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保护你的。谢谢你，阿尤。跟我还说什么谢啊？ 大哥，打扰了，我记得这边原先是给流民施粥的粥铺，现在怎么？你先跟我来。嗨，这不是凶兽又闹起来了吗？虽然咱们卢龙府安稳，还是得警惕一些。都督另外给流民找的地方安置，这个地方用来给我们做物资中转了。凶兽又闹起来了？是啊，前段日子在我们卢龙府。 升了起来，这么多病啊，就算有银鼓，也不一定能避开。等等，要这么说，白府的守卫肯定就少了。哎，你哥哥的机密文件平常都放在什么地方？府中有一间机要室，其中有一间密室，重要机密文件都放在那里面。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 大哥从小就不怎么让我出门，所以每次听见墙外有小贩的叫卖声，都馋得厉害。二哥鬼主意多，约了一个唐人师傅，每月逢五日，在后院门口学三声猫叫，他就来开门放师傅进来给我捏糖人儿。其实，二哥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我知道他这样都是为了陪我玩。小青。 掌柜的，要两间房。哎，两位客官住多久啊？住一晚。近日凶兽四起，往来客商都不敢外出，您要不也多住些日子，命重要啊！谢谢掌柜提醒，我们先住一晚，有事的话到时候再说。哎，好。 时辰差不多了，阿尤，我们走吧。小晴，等一下。阿尤，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了？我有几句话想说，你能听听吗？ 你记得，我对你好，喜欢你。
都只是因为你是白墨晴，和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关系。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会变。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好吗？好。现在要是不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小晴，以前我闲人一个，在村子外也惯了，很少去想以后的事。遇到你之后，我想过，等替莫大哥报了仇，干脆就服下蛊毒，忘记村子里的一切，和你在一起。可现在，我已经是独掌全手，等解决了九泉动荡，我也应该不会再出村了。哎呦，小晴，我说过要一直陪着你，但回了村子，我就无法实现这个承诺了。所以，小晴，等所有事情都结束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我就是随口那么一问，啊，也是，毕竟这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跟我走了，你就再也见不到师父和师姐们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还是算了，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啊，阿尤，你只是随口问问吗？可我很认真的在想啊。阿尤，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关于以后，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愿意陪着你。小晴，真的，你，我，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不是朋友的那种陪伴。我虽然笨，但也不是不懂啊。真的？好，太好了。还有，谢谢你。那小晴，我们走吧，我陪你。嗯。卢龙府晚上有宵禁，我们还是直奔白府，不要在城中多逗留，以免被巡夜士兵发现。好。这个活真是太累了。
好困啊。你再累能有大都督累？他都多少天没回府了，一直待在营地那儿还困。听轮值的兄弟说，都督一天才睡不到两个时辰。还有小将军也是，听说营地那边之前出了事儿，小将军一直在找加固军营的法子。嗯，都督和小将军一向如此，为防歹人作恶，他们几乎都住在了营地。不过正是因为他们兄弟二人如此辛劳，我们这些小人物才能在这乱世中过得安稳。所以你还抱怨啥呀？替都督把白府守好了就成了。说的是。小青，这么说你大哥二哥都不在府上，是个好机会啊。嗯，大门进去不方便，我带你从侧门过去。我必须要知道敖旭到底在利用哥哥们谋划什么。地钥匙在白府的东北角，我们走吧。正好出发前我特意带了些银鼓，在那些巡夜士兵面前大摇大摆走过去都不会被发现。不过银鼓只能维持一会儿，还是得尽量避着他们点。小青，我在前面探路，你看准时机跟上来。这里过去就是前院了，守卫会增强，小心啊。好像有贼进来了。贼进来了！是祠堂，机钥匙就在祠堂右边。
那是什么？要是啊 ，F 还真是守备森严。好了，我们赶快找吧。我记得密室的机关就在这屋子里。好像有什么机关被打开了，我们找找吧。机关被我们抓紧时间找到线索，回去找月姐姐一起讨论。这里好多信，我们拆开看看。白都督亲情，落款是孟章。嚯，密信啊，这么多信。孟章和你哥的联系
应该有很长时间了。果然，我看看是什么内容。虽神子拥有增幅之异能，仍需足量冰晶石方能完全发挥阵法威力。冰晶石开采不易，时日有限，征用游民因应之法，还望都督多加费心。看来那些流民真的被征为矿役了。这个增幅之异能是什么？是之前魁宇说过的那个消耗生命力让凡人在短时间内强如神魔的能力吧。那和这个阵有什么关系？不清楚，总之带回去让月姑娘判断。不过你哥还真是听话呀，这信里对敖虚十分恭敬。哥哥甚少会表现出这种态度，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从来没有居于人下。我们再看看其他信，可能会有线索。四年前试验时便得知此前低估了所需冰晶石数量，此次冰晶石又遭遇损耗，若都督不及时补足，恐有负神尊期望。四年前试验，四年前冰晶石遭遇损耗，应该是我们救走矿工们那次。那四年前的试验是什么？果然是他们干的，我大哥就是因此只为了试验阵法。阿尤，怎么不说话？没什么，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好。这个轮廓应该是神庭塔，这是神庭塔的建筑图纸。这张图纸和营地的不一样，是神庭塔军营那边的详细阵法。怪不得我们把军营布局抄下来也仅能看出个束缚之象，别的就看不清楚了。这可是重要线索，我把它记下来，之后我们带回去给神掌门看看。嗯，好。阿尤，那里好像藏了什么，不如我们去看看。锁上了，想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信息。交给我吧，一个小锁难不倒我。打开了，这是龙袍和玉玺。我大哥他们想要谋反，他们和孟章勾结，以抵御凶兽为名在卢龙府建造神庭塔，抓矿以挖冰晶矿，现在又在这里囤兵囤粮，目的不言而喻啊。大哥怎么会这么糊涂，卢龙军数量远不如朝廷军啊，哥哥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只有卢龙军，你哥的确不会想要谋反，但如果孟章做了什么许诺，又或者是敖虚会帮助白家挥师入关登基称帝，欺兵夺权，哪次不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大哥怎么这么糊涂？白家世代镇守边关，父保尽安民之责，怎可有如此非分之想？他们仅为了一己私欲，想要将天下重新推入战火之中，这种东西不该存在。有别人闯入机要室。小晴，你怎么样？不要紧，就是这只手不能动了。这玉玺竟然有法术在保护。
机关被触动，士兵一会就会赶来，我们快离开吧。你跟在我身后，不要出手，若有战斗，我一人足以应付。可是相信我。别担心，我不会要他们的命，你保护好自己。都督与将军就快到了，你哪儿都别想去。哼，来就来，我还怕他们不成？是大小姐吗？竟然伙同贼人来白府窃取机密！少废话！哎，别躲啊！又是你小子，小妹，你竟一再勾结外人，和自己的兄长作对，你这家伙！大哥，你难道不知道凶兽之乱已经造成生灵涂炭，黎民流离失所？你难道不知若再起战端，会牺牲多少将士？即使赢了，会有多少百姓身陷苦难？哥，现在停手还来得及，你
要再错下去了。大哥行事对还是错，轮得到你来评断。你又怎么敢说出这些不敬兄长的话？这些我都知道，那又如何？不如何，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能听懂人话。莫晴，既然你回来了，就别再离开了。至少在计划完成之前，不准离开。至于你，已经没有离开的机会了。大哥，不要！且慢，你们为敖虚做了那么多坏事，真以为他能给你们想要的？我们之前去了赵胆，已经将他的全部罪行告诉了神界。敖虚自保都是问题，哪还能再帮你们？白家人就必须阻止你们一错再错。看来全隐村一切都还正常，我们先去找桑前辈商量一下吧。关于小秋的安全，我还是有些担心。嗯，火仙兽族长曾托我们调查灵兽消失的秘密，如今既有所得，还需向他禀报一声。等确认小秋无恙，我们再去一趟东海吧。嗯。